我给他一个轻的机会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手亮哥。北京时间3月11日，2024年 WTT 新加坡大满贯第二个比赛日正在火热进行当中。今天给大伙介绍的是男单32/1决赛的比赛，是由我国选手王楚钦对阵葡萄牙选手格拉尔多的比赛。王楚钦曾获得 WTT 世界杯男单冠军等等，最终王楚钦以大比分3-0横扫对手获胜。赛前，王楚钦目前排名世界第二位，而这个格拉尔多则排在世界第41位。比赛的时候，王楚钦很快就以0-1处于落后，结果王楚钦开始发力了。只见王楚钦连得3分，很快就实现了逆转。不过格拉尔多也迅速做出调整，马上以4-4暂停了比分。结果谁知王楚钦终于爆发了，接下来只见王楚钦连得4分，渐渐将比分拉开了。而这第8球，王楚钦更是发出了神奇发球，直接得分了。这一球的落点有点刁钻，直接擦边了，这也让格拉尔多有点措不及防。首局王楚钦打的还是相对比较轻松的，王楚钦以11-6先下一城。结果第二局一上来，王楚钦就以0-2处于落后。接下来当王楚钦将比分追至3-4的时候，只见在双方对拼过程中，王楚钦以疯狂2连击笑到了最后，王楚钦以4-4暂停了比分。但是格拉尔多还是挺有实力的，只见格拉尔多连得3分，继续扩大领先优势，王楚钦以4-7处于落后。接下来双方再次开启了疯狂对拼模式，不过王楚钦以正反手的相互结合笑到了最后，王楚钦连得3分，很快就以7-7暂停了比分。接下来双方打得非常焦灼，双方一直僵持到了10-10。不过王楚钦抓住了机会，局末二者再次进行了疯狂的对拼球。不过王楚钦以他的沉着冷静带走了本局，王楚钦以12-10再下一城。这一球也让格拉尔多低头绝望了。第三局一上来，王楚钦很快就打了对手一个3-0的开局。当双方战成1-3的时候，只见王楚钦改变了自己的发球线路，再次发出了神奇发球，继续扩大领先优势。王楚钦的迷惑性发球确实也让对手有点琢磨不透，王楚钦很快就打了对手一个5-1的开局。接下来虽然格拉尔多也给王楚钦造成了不小阻碍，不过也只是有惊无险，王楚钦以11-9带走了比赛。最终王楚钦以大比分3-0横扫对手，成功晋级32强。前场比赛下来，王楚钦仅仅只用了22分钟的时间就结束了战斗，王楚钦也是光速打卡下班了，也期待王楚钦在接下来比赛中会有更加精彩的表现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，远送从此别，青山空复情，我们下期再会。